干，我都不知道要不要背影视哎、欸。明明守夜人也不需要背的东西。好累哦，怎么上个厕所回来都会搞心态？干，我真的是，明天我不上厕所了，好不好？明天我不上厕所了。我就憋，在那边哦。不要好不好？拜托不要救，我不想。小女孩为什么18%？干，这不就逼我要去救了吗？那刚好挂在他修机旁边，是不是？不要，我不想救。不好意思，真的我不想。他一定会在这边徘徊。他在找人，因为他这边是遗产级。有没有遗产机？他会想要顾，他不想要，不想要走。我就让他们两个文修就对了，我在这边一直卡着。也不对耶，很少哎，怎么回事？那台先补掉再去救他，先补掉，先补掉。干，细狗在冲三小，以为吗？路线都好拉好了，你要被我三跑，我告诉你。你炸、啊！你炸、啊！别别别！在干嘛、啊？哦，还好还好。哇！你刚才那一推，我真的是吓死了。哇！真的是，还好还好。这是这里真的不需要你来的，你来我整个傻眼，我都架好的东西了，真的是。我又没发出我需要帮助。